好，今天是3月1号，我们学第五课的第二部分。今天我们做什么呢？我们先检查读课文，然后我们学习6个语法。好，第一个是要么，要么，第二个是肯定。好，这个跟谁打交道，这个管啊，很好，这个这样。好，最后一个不过啊，很好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读课文。好，我给你们这个哦。现在呢，我们开始学习今天的语法。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一节课的生词。在我们的大学生活中，我们先要做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我们先要选专业。对，你们是什么专业的？跟我说一下，你是什么专业？电脑的专业。啊，很好。那你呢，冯思思？中文专业。啊，这样。你呢？数学专业。数学，好。好，在我们选了专业以后，我们要选课。对，选课。好，你们这个学期选了几门课？几门？5门课。你呢？4门课。4门课。好，对，好。好，我们在上了所有的课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毕业了。对。那你们毕业之后将来想做什么？想工作吗？啊，不想。你想做什么，郑萌毅？我想玩。想什么？想玩。好，很好，想玩也可以。那你们想念研究生吗？你想念？好。马竹林不想念，哦，不想念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学一下几个语法啊。第一个语法是要么。好，要么要么。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，我们大家来念一下。好。今天晚饭想吃点什么素菜，要么吃菠菜，要么吃芥蓝。好，啊，说菠菜好不好？好，那芥蓝呢？也好。好，意思是这两个都不错啊，哪一个都可以，都好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二个。这个人他要毕业了。好，你看他毕业以后打算做什么呢？这个是对，工作，很好。那这个呢？对，很好，念研究生。好，好，我们来念一下这个。你毕业以后打算做什么？我毕业以后要么工作，要么申请研究生院。对，很好，研究生院。说工作对，对我来说很好，研究生院也很好两个我都可以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练习，练习。
我们先啊念一下第一句话，啊，要是啊一起，要是念研究生，你打算选什么专业？好，我们看，在我们亚利桑那大学，我们有什么专业呢？好，第一个专业是文学、中文、化学、电脑、政治学。什么是政治学？对对，好，这个经济。管理，对，很好，管理。什么是管理？对，好，这个历史，金融，哲学，好，哲学，好，好，是，我问你，你毕业以后打算选什么专业？啊，我说啊，对我来说啊，我要么选中文，要么选文学。那你呢？好，现在你和旁边的同学说一下，好吗？要么念研究生，你打算选什么专业？好，你们好了吗？好，我现在来问你一下，我问马竹林，你打算选什么专业？要么选中文，要么选化学。好，好，那我问你们，马竹林打算选什么专业？他要么选中文，要么选化学。很好，好，我们再问一个人，我问贝安心，你呢？我要么选中文，要么选中文，要么选历史。历史，好，刘婷妍，他贝安心打算选什么专业？他要么选中文。对，历史，好，很好。那你呢，欧开伦，你打算选什么专业？要么选化学，要么选文学。啊，好，那我问你们，欧开伦打算选什么专业？他要么选化学，要么选文学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唐邦天，你打算选什么专业？要么选电脑，要么选中文。啊，很好。那我问艾伦，唐邦天打算选什么专业？他要么学电脑，要么学中文。很好。啊，我先问冯思思，你呢？我要么选中文，要么选政治学。政治学，好，好，我问你们，冯思思打算选什么专业？要么选中文，要么选政治学。好，大家说的太好了，好，非常好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二个语法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跟什么什么打交道。好，打交道。来，我们看这张图，
啊，这个人是谁啊？对，是售货员，他是购物中心的售货员。好，那他们呢？嗯，客人。好，我们也可以说买东西的人。好，我们来念一下这一句话。购物中心的售货员整天跟买东西的人打交道。好，好，意思是他每天的工作是跟他们打交道。好，我们看第二幅图。好，这个人，好，你看看他，这是什么？钱。好，这个人他是在哪儿工作？他在银行工作。对，他做什么呢？他，我们念一下，天天跟钱和数字打交道。看看有很多钱。好，还有数钱，是不是啊？用数字。好，数字。好，现在我们做一个练习。好，我们说谁整天跟什么什么打交道。好，我们看第一张图。啊，他们是谁啊？老师和学生。很好，老师和学生。好，这个呢？医生和病人。对，病人，他们在看病。好，这个呢？老师。对，我，他是，念一下，经济学教授。好，你看他在写什么？数字。很好。好，那这个呢？他是一个学生，他在写什么？中文。中文汉字。好，他是中文专业的学生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句子。好，比如说我说老师整天跟学生打交道。好，那别的呢？好，现在你跟旁边的同学说一下每一个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练习一下。对，打交道，很好，很好。好，你们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我们现在叫你们，我叫你们的名字。好，我们从啊，郑梦义，你说这个。经济学教授整天跟数字打交道。嗯，好，我们来一起说一下。经济学教授整天跟数字打交道。好，我们再叫刘廷年，你说这个。嗯，医生整天跟病人打交道。啊，好，很好，我们来说一下。
医生整天跟病人打交道，很好。啊，我说，艾伦，你说这个，中文专业的学生整天跟汉字打交道。嗯，好，很好。我们来一起说一下。中文专业的学生整天跟汉字打交道，很好。好，我们看王水，你说这个。老师今天跟学生打交道。好，我们一起说。老师整天跟学生打交道，很好。我在叫唐邦天，你说这个。中文你专业中文专业的学生整天跟汉字打交道。对，很好。我们看贝安心这个。经济水教室整天跟数字打交道。对，好，很好。教授。好，欧开伦这个。中文专业的学生整天跟汉字打交道。好，我们看冯思思这个。老师整天跟学生打交道。好，马竹玲这个。经济学教授整天跟数字打交道。很好啊，葛汉友。中文专业的学生整天跟汉字打交道。好，很好，大家说的太棒了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现在看。下一个语法，这个是什么？肯定，对，肯定。肯定是就是一定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念一下第一句话。你姐姐做菜油放的少，盐也放的少，肯定。不好吃。那 B 怎么说呢？那也不见得。油少盐少的菜不一定不好吃。好，你看 A， 他喜欢什么样的菜？他喜欢什么菜？是什么？油很多。盐也很多，他喜欢什么菜呢？这个菜他喜欢不喜欢？这是什么？对，麻婆豆腐，是不是？麻婆豆腐，油多，盐多，A 觉得很好吃，那 B 说，那也不见得，不一定。不一定好吃。那 B 喜欢什么样的菜？油多不多？不多。盐呢？也不多。好，他喜欢什么菜？比较清淡的菜。比较清淡的菜。比如说这个是什么？菠菜豆腐汤。对。菠菜豆腐汤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。这是谁？晶晶老师。对，我们来念一下。晶晶老师会说中文吗？晶晶老师肯定会说中文，因为什么？他是中文老师。对，他就是中文老师，所以他肯定会说中文。
好，好，下一个，这是什么？管，好，好，我们来念一下这个，我妈妈常常管我穿什么衣服。好，比如说啊，对我来说，我妈妈啊不让我穿黑色的衣服，啊也不让我穿啊红色的衣服。啊，只让我穿白色的衣服，啊，就是他常常管我。好，我们现在啊做一个啊小练习，啊，常常管我，好，啊，这个是谁？对，父母，我的爸爸妈妈，啊，这个呢？教授，啊，老师。啊，这个呢？男朋友。对，男朋友啊，女朋友，他啊管我们做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我们说是选什么学校？好，这个是吃什么？好，这个呢？你看，这是很多什么专业？选什么专业？好啊，比如说啊，我说我妈妈常常管我选什么专业，啊不可以中文，啊不可以文学，啊让我选金融，为什么？因为可以赚很多钱，是不是？很多钱。好，那你呢？啊，你现在和同学和旁边的人啊说一下，好吗？好，现在我们练习一下。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来，谁想说一下？好，我们从啊，你说。我的室友常常管我吃什么。啊，好，好，我们说谁管啊、常常往水吃什么？对，他的室友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说一下，啊，他的室友常常管他吃什么？好，那你们呢？啊，冯思思。我的父母常常管我选什么专业。好，啊，冯思思的父母常常管他选什么专业？好，刘婷妍。你的教授管你吃什么？你跟教授说你吃什么吗？他不让我在教室吃什么。哦，他不让你啊吃东西。啊，好啊，我们，那你说呢？我爸爸妈妈常常管我啊转什么转这个下。哦，选什么学校？好，我们说，他的父母常常管他选什么学校。好，那你呢？我的
教授常常网络全什么专业？好，教授，好，我们说他的教授常常管他选什么专业？好，啊，我们看你说呢？我的爸爸常常管我选什么学校？好，好，我们一起说。他的爸爸常常管他选什么学校？很好，那你呢？我妈妈常常管我吃什么。嗯，很好，我们一起说。他的妈妈常常管他吃什么？好，你说，艾伦。我的父母常常管我吃什么。啊，你也是，爸爸妈妈管很多，管我们吃什么？对，好，好，我们现在看下一个语法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样。好，是这样。我们看第一个例子，我们来念一下。我想好好工作，这样才能赚很多钱啊，很多钱，是不是？这样才能买很多东西。好，那这个呢？学中文得经常听录音，念课文，这样才能。才能学会中文。好，还有呢？还能什么？这样才能说中啊，才能说中文，说得很好，好，或者说得很地道，是不是啊？很地道。好，好，大家，嗯，你说。才能是什么意思？才能是什么？Only by this way。 好，我们来啊，我说，你们跟我念啊。学中文得经常听录音，念课文。好，学中文得经常听录音，念课文，这样才能。这样才能说得很地道，这样才能说得很地道。很好，我们看后面啊，这个呢，买东西应该等商店打折的时候去买，这样才能。对，省钱，很好啊。还有呢？这样才能买到便宜的东西。好，便宜的东西。好，好，现在啊，我念，你们跟我念啊。买东西应该等商店打折的时候去买，这样才能省钱，或者这样才能买到便宜的东西。啊，好，很好。啊，看下一个语法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不过。啊，不过的意思是，但是。或者可是，但是可是，啊，比如说，我们念一下，医生一般赚钱都不少，不过太忙太累。你看看，医生赚钱很多，是不是啊？很好，啊，你们想选
啊，想当医生吗？啊，很好，是不是？很多钱，啊，不过啊，太忙太累，啊，不好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这个好不好，我们说不过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呢。打折的衣服便宜是便宜，不过有的时候怎么样？啊，对，你说是什么？质量不好。啊，质量不好，大家说的很好，质量不好。好，我们再念一下，跟我念。打折的衣服便宜是便宜，不过有的时候质量不好。好，啊，我们看后面。学中文很累，不过怎么样？赚啊，赚很多钱。好。我们还可以说找工作很容易，对不对啊？学了中文啊，找工作很容易。好，我们啊，跟我念，学中文很累，不过找工作很容易啊，或者不过赚很多钱啊，不过能赚很多钱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学的六个语法，大家有问题吗？好，我们看第一个是什么？要吗？要吗？好，我们学的句子是：我毕业以后，要么工作，要么申请研究生。好，第二个呢？肯定。好，晶晶老师肯定会说中文。好，这个跟打交道，老师整天跟学生打交道。好，这个呢？管我妈妈常常管我穿什么衣服。好，管我穿什么衣服。这个呢？这样。我想好好工作，这样才能赚很多钱。好，最后一个。不过医生一般赚钱都不少，不过太忙太累啊。很好，大家今天啊，六个语法都学会了。